原神女角色的五款自制皮肤火了，夜蓝猫儿女仆装，胡桃甘雨巨可爱。原神上线新皮肤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最近也有大佬为心爱的角色制作了非常精致的皮肤，就例如夜蓝这款，本身对夜蓝的颜值是无感的，不过换了这套猫儿女仆装衣服突然觉得好好看。胡桃这款看起来很有过年的喜庆感，比米哈游更有中国风，不过要是把帽子去掉，替换成两个雪绒球，双马尾各一个，再把梅花枝插在头发上就更完美了。然后是云锦先生的这款凤衣皮肤，第一眼确实是非常让人惊艳的，但这套感觉平常真在大世界跑图的话，这个头饰看着都累，不过还是建议买能为云锦上线这套皮肤，也是时候再来一波文化输出了。衣服免费的最好，如果卖的话也行，时间就今年的海灯节吧。优拉作为女角色中身材最突出的，这套薄纱连衣裙也是更能突出优拉的美感。话说什么时候米哈游给拉宝出皮肤呢？毕竟蒙德其他五星角色可都有皮肤了，甘雨这款有种有冰雪王国的童话气息，毕竟经常玩冰，穿得厚一些来防止生病也是很有道理的。不知道大家觉得以上这几款皮肤如何？而且事实证明，原神角色的颜值都是非常高的，只要米哈游想圈钱的话，早就和隔壁小王一样使劲出皮肤了。